游记 Juicy 带你去。今天我跟洪树老师一早就来到了大肚的万里长城步道，为的就是要迎接我们一位美丽的瑜伽老师，欢迎阿琳卡。Hello， 各位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阿琳卡。Hello， 阿琳卡，好久不见，身材一样好哎、啊！谢谢，靠着吃饭。哎，但是除了瑜伽，我平常从事瑜伽之外，会不会做了其他的运动呢？到户外混一混啦、啊，吃吃喝喝啦、啊，这个会，这个很会，吃喝玩乐很。所以登山健行是比较少的咯。登山健行真的比较少。就你的面子很大的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看一下到底你的体力好不好。我先说一下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大肚的万里长城步道，它其实有两个登山口，一个呢你可以从台中的电力所那边嘛，那另外一边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大肚沙田路二段这边，大概从我们的入口一直走到我们的制高点享受亭，大概要一个小时跑不掉，差不多一个小时。好，然后它有蛮长的部分都是石阶步道，然后缓缓的上坡，所以我决定我要拿一个工具，这边哦，我也要，它入口这边就有这个登山杖，伪登山杖，对不对？阿琳卡，你要来一支吗？这太短了，我喜欢大的。洪树老师，你要来一支吗？洪树老师自己就有自备。咱们洪树老师可是装备齐全，且体力甚好，当然用不着登山杖喽。而就在三人左挑右选后，依照惯例，还得突袭一下来宾阿琳卡的大背包，看看里头都装了哪些东西。我今天是有安排一个任务要给他啦，就是他待会会为我们就是示范一个瑜伽招式。真的要看吗？对，我有水，我现在是要看了，我要自己拿出来。对，我有水壶，好，有毛巾，必备的，有衣服，哦，这个是我的更衣室，我等一下想在山上换衣服，然后我有带瑜伽服。所以我通常出门我会多带一两套，因为有时候课跟课之间，我不想带着汗水给学生。对，然后还有吃的，吃的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吃的吗？就是面包啊，我是超级面包控，我到哪里都想吃面包。这么爱吃面包，就身材这么好，就想办法，先吃心里开心再说。阿琳卡不仅是面包控，还是甜点控。喜欢到处尝美食，但靠着瑜伽雕塑身形，看来我真得跟他好好学学才是。好了，聊天许久，快背起行囊，整装出发喽！夏日早晨，蝉声绵绵，好不热闹。步道蜿蜒于山林线上，绵延不断，两旁皆有绿荫伴随，石阶宽大而好走。其实这边环境来讲很典型的低海拔海岸附近的环境，昆虫爬虫像现在叫声蝉都很多，虽然不是很大的林相，但是问题是林相算很茂密，所以该有的生物应该都会有。这个就是这一段地形的一个特色，这种卵石很大颗，可是都不是很坚固，它是因为它是比较晚形成的，所以它的卵石堆积在这边之后并没有完全形成岩石。然后这边很多大榕树，海岸附近的山脉都很多大榕树，而且其实就靠榕树的根去固定这个土壤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榕树好了，看到这个榕树有多少树干在这边？多少个树干？其实它的树干在哪里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像这些，我们都叫支柱根，就是它的气根，这些须须状的气根，当它长到地上之后，就很快加粗。嗯，很快加粗之后就变成支柱根支持榕树。海岸边的风其实很大，它也不会被吹倒。嗯哼。然后这边土壤其实应该讲，很容易崩塌，就靠他们这些根系把这些岩石土壤抓住。有，这个榕树的一个特色。我第一次知道那个须须可以变成这样子长知识，生命力很强，在这种环境很容易生长，所以叫榕树啊。那为什么以前的人都那么爱种榕树啊？没有啊。是吗？榕树。榕树传统来讲是比较阴的植物。对。所以通常是野生的或者是自然生长的，很少人去刻意去种。可是那为什么校园里面都那么多榕树？因为好种。不论是因为生长特性，
或是树冠宽广，能容人纳印而得名。榕树就像老爷爷般，有胡须且长寿，从校园、公园到路旁都能看见它的身影。随后，我们继续前行，并与尔琳卡聊起近年来的热门运动——瑜伽。而瑜伽的类别很多，其中又以结合呼吸法、冥想法与体位法三者的哈达瑜伽列为各种瑜伽的基础。所以瑜伽真的可以瘦身吗？我是用瑜伽瘦身啊。瑜伽能不能瘦身，我自己本身是。嗯哼嗯。可是你也会遇到，比如说他可能教了20年的瑜伽或十几年瑜伽，对，也是这样看起来肥嫩肥嫩。那是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你脑袋在想什么，跟你身上会给你的回馈是不一样的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它伸展，那当然就伸展。所以我就要边做瑜伽边说，哦，会瘦会瘦会瘦，不是真的很苗条这样吗？基本上瑜伽它是一种肌肉的训练，所以就是这个动作还有你的姿势正确，还有你的思想也 match 到，一定要可以维持你的身材跟体态了。是的，就 OK， 真聪明。既然聊了这么多瑜伽知识，当然也要来点实作课程。像是今天爬山，若双脚行走的方式或施力点不对，很可能就会有肌肉紧绷的问题，这时透过瑜伽便能有效缓解。像比如说我们刚刚爬山，我们一直不断的做这个腿大腿的往上抬，跑步啊、单车啊、马拉松，这个大腿都要往上抬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就是负责的主要肌肉群，叫做髂腰肌，胸椎的第12节往下，腰椎1、2、3、4、5节由后往前往下连到股骨大转子内侧，还要再听下去吗？太专业了，完全记不起来。我等一下会给你感受那个位置在哪里。哦，好。对。那这条肌肉比较紧绷的话，或短缩的话，像我这样子不断的重复做这个腿抬的动作，它这一块肌肉就很有可能会造成它比较紧绷。我教你那个髂腰肌的伸展好了，这个很受用。你所有运动后的时候，你都需要跑步完啊、单车完、马拉松完，你都可以用到的动作。好，就在此时，尔琳卡脱掉上衣，大方秀出美妙的身材，准备教大家伸展喽。前脚屈膝，后脚不能外八，一屈膝外八都不要，就是要伸直就对了。对，你现在往下闪，你会觉得后面的腿肌肉很紧，有被拉的感觉。现在你看到，你看我这个屁股，你如果做一点收缩，当你屁股一收缩，你会感觉到本来是大腿前面酸酸，现在变这里，感觉到吗？变我们台语叫做该冰的地方，就是要收缩的时候，收缩的时候感觉到。很好，那一个就是你的髂肌。好，现在来讲到腰大肌，你现在把双手往上抬，我建议你可以拇指搭着，把脊椎往上拉上，呼气后仰，你会觉得腰可能会觉得有点酸，感觉到吗？这没有常不常运动的在呼气后仰哦。好，对，你现在觉得很酸那个点就是你的腰大肌。为了画面的美感，咱们还是让尔琳卡独自示范好了。双手吸气往上，吐气后仰，能有效伸展髂腰肌。髂腰肌紧绷或短缩，你可能会造成这样站。往前凸的感觉。我都吃很少了，怎么肚子还很大？站成这样，肚子可能会小。所以呢，身体端站起来，你才会跟窈窕扯得上关系。所以如果说因为你的站不好，可能会因为肌肉的，我就说紧绷或短缩造成。那把肌肉该延展好的肌肉延展回来，当你想站的时候，你可以站得比较端正。OK， 身材就会好。好。而一旁的红树老师恰巧腰护一身，要我们过去一同瞧瞧新奇事物。这边都是蚕的壳，哎，真的。成虫产卵在树干基部这附近，然后嘞，它的幼虫孵出来之后就爬进土里面去，躲在土壤里面吸食树的汁液。经过了3、4年、4、5年，大概台湾大概5到最多大概5年到7年左右了，就爬上来到适当的地方，固定好，晚上等那个
固定好之后，准备脱壳，它壳脱出来之后就变成有翅膀的蚕。嗯，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一块，好几只这样，前面有一只觉得不错，这个位置不错，脱壳了，就后面又来一只，这个位置不错，在前面的壳上面继续再爬一只，对，变得很可爱。他们为什么这么爱黏在一起？可能那个环境对他而言，他们感觉那个地方脱壳羽化对他比较有利，所以他可能会在那边。早期蚕壳还在中药里面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中药的材料。蚕壳在中医学上具有解热、镇静等作用。仔细瞧，一个又一个蚕壳吊挂攀附，这全是每只蚕用生命奋力留下的成长证明。在盛夏时，都能瞧见这可爱的足迹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好，红树老师，你等一下要不要一起跟着我们做做看？好，我做不动。那些肌肉都没动过，大家都已经紧了。哎呦，就当伸懒腰啊！我真心觉得这个瑜伽啊，对，不要想说啊，我等我筋骨软一点再来，那个跟筋骨软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是可以练习的。瑜伽的目的，我是在肌肉的训练，所以你要把没有力的肌肉训练成有力，把紧绷的肌肉，让它可以延展，然后身体可以平衡，对称，这样就会有健康的身体。要不然不舒服都是来自于身体的不对称。对。现在就开始下坡，一小段下坡，然后等一下又再一小段上坡。所以这周边的树是相思树。对，这些都是比较小棵的相思树。好像这个也是蜜源的，只不过花快谢了。这个叫黄，这个叫黄金。黄金。对，它这个金是金科的金，它的花快谢光了，所以上面蝴蝶比较少了。所以它是蜜源植物。对，它也是蜜源。它的叶子很特别，掌状叶，像手掌一样，掌状叶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的花序。它的花序现在这边花序都掉光了，所以它的完整的叶子都是五，基本上是五片为主。随后我们继续前行，艳阳高照，虽一路都有树荫，但天气闷热，一下就汗流浃背了。顿时，攀木蜥蜴在眼前现身，展望身体的黏腻不适。攀木蜥蜴，来这做伏地挺身。攀木蜥蜴，对，真的，因为最常看到的，它在做警戒。这种蜥是不是最常看到？在公园、森林里面都蛮容易见到的。攀木蜥蜴，台湾大概有五六种了。这种是文豪是攀木蜥蜴，跑那边去了，跑上去吧。再见，再见。所以他刚刚说伏地挺身，对，他做伏地挺身的用意是什么？你说警惕、恐吓、哦、恐威吓，说这是我的地盘，不要过来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不要过来。真的。他在做这种伏地挺身，做伏地挺身，对，叫他是公的才会比较容易有这种现象，就是地盘领域性的问题，去威吓。所以我们对他如果这样，对，威吓他在干嘛？威吓他的敌人，会吓他吗？那这种是斯文豪氏攀木蜥蜴是最常见的一种，在公园里面都会看到它。哎，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常看到这种东西，现在还是有啊，还是很多。我们等一下沿路上都可以看到他们。好，继续往前。阿琳卡个性幽默。苗条好身材更是众所皆知，成为许多女性追求的目标。虽然知道她是面包及甜点控，但就是我啊，还是想问问阿琳卡，平时是否有刻意节食或者饮食控制？不然随着年纪增长，新陈代谢变慢，要瘦身还真的不容易。这个讲得好心虚哦，我最怕学生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很怕人家问我。因为他觉得，比如说，他们觉得我看起来身上有肌肉是做重训，好，我从来不做重训，我的肌肉来自于就是一般的瑜伽。哇！然后呢，吃的部分呢，毫不忌口，我的生活就三样：吃喝、睡觉跟瑜伽。陪学生上课做这三件事情，基本上我的态度跟兴奋度是一样的。哎，也太令人羡慕了吧？还是你天生就是吃不胖？哦，没有，我是易胖体质，我可以比如说休假三天胖快5公斤，啊，我觉得我呼吸就会胖这样，
可是你就还是都不忌口，就是一直吃。啊，对对对，吃喝呢，我会先吃心里快乐再说。所以我怕学生问我，是因为比如说我吃东西也没在检点，也没在节制，对啊，怎么养不养生，健不健康？老实说，在我现在这个时段，或许20年后我可能开始会在乎吧，我不晓得。但至少在现阶段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档事，我就先吃心里开心再说。那身材的部分，它一定会受影响。对，那身材可能就比如说。之后再来想办法啊。那是因为可能阿妮卡，就是你不忌口的吃，然后你几乎每一天都有在从事瑜伽啊。对，每天哦，每天。所以我那时候，我如果说会突然瞬间变胖，可能是因为，比如说我这3天可能有，假设有9堂课，对，哎，可能有学生请假，或者是就是我的作息改变，可是我吃喝。却没有因为这样减少，反而多了时间又跑去多吃，那身体我就吃不消。我觉得那是让我的身体已经习惯这个模式。可是万一如果停滞，不再运动减少，然后我又吃这样，哦，那就不是这样。所以我有时候学生可以看到我，阿琳卡大一颗肚子，感觉好像要孕妇一下，但是我不介意啊。我觉得啊，我就是变胖，我可以包容很多人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下我的肚子变胖的时候。我琳卡那么会吃，有时候胖一下，我觉得让大家有一点平衡一下，我蛮好的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重点？就是如果你要不忌口的吃，你真的就是要维持规律的运动。像阿琳卡每天每天都在做这个瑜伽，所以他就比较不容易复胖。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下足功夫努力，方能获得甜美果实。你有多努力，身材就会有多好等至理名言。尝试瘦身之路常见的自我对话，在此也与大家共勉之。走着走着，虽然沿途有小凉亭与木椅供暂歇，但我们仍决定继续前行。我们看看好玩的现象。我看到榕树，对，树根，塑胶管，这是水管。对，这边可能早期的水管或者什么作用的管子，因为榕树生长很快，所以就整个这样包住了。这就是榕树，刚才讲榕树生长的特色，它的根系很发达，很旺，生长很快速，很快就可以包覆在这个表面，保护住土壤。哎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榕树的根长得这么的快速，这样发达，会不会像台中有些像黑板树，有没有？它可能会破坏地基啊，破坏什么？榕树也会吗？会，所以榕树不适合拿来当行道树，因为它的根系长得很快。然后其实黑板树反倒不会，我们的黑板树并没有像他们那个讲的一样扶根啊，破坏行道，不是没有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可是有几个原因、几个理由之后，被黑板树就被当成污名化。对，然后就把它换掉，换成别的树种。因为黑板树真的讲，它是有一些缺点在，像它的树干很容易折断。但是这也是当年为什么规划行道树的时候，那个森林系的老师去建议用黑板树，因为树枝容易折断，对，不会整棵树就不容易不容易整棵树倒掉，就造成的风险会比较小一点点。可是它要清理树枝，要整理树枝，要常常修剪，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就变成几个原因之一啊。这边又是另外一段风景的。对。莫非我们抵达了第二平台？对。第二个平台。啊。在那边看，对面的树都是对面都是光秃秃的，如果走对面那个步道的话，就会疯掉了。那个也是万里长城步道吗？那是可能不是，那边可能是一个他们农用的一些小道路。我记得这个步道没有那么近，走在那边真的会被晒晕。呀比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小平台，很小的一个小平台，可是视野还不错。阿琳卡刚才有说到这个饮食搭配瑜伽的部分啊，那在做瑜伽之前哦，饮食有没有需要注意的，或者是说做完瑜伽之后要多补充什么蛋白质？做完瑜伽之后，如果你想要有
肌肉的产生，我会建议蛋白质。那之前呢，就是不要吃太饱，会影响你整个作业。你可能光一个前腕你就觉得快吐出来。比如说像我上课，我还有教那个空中瑜伽。哇，哦，那就真的不能吃得太愉快来啦，来上课这样会变得很不愉快。至少间隔两个小时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只松鼠穿越树丛，被眼尖的红树老师发现，众人一拥而上，找寻松鼠的身影，其可爱模样，大人小孩都喜爱。而既然来到视野极佳的平台，我们决定休息片刻。好，这时候老师呢要跟我们分享他的面包，来。阿林卡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吃面包，太棒了！哇，那我要果干吐司，老师带的。这两天刚好买了一个果干机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芒果吗？芒果干跟凤梨干，跟我买的那个 Costco 的无花果干。是老师，这是你自己做的、啊？对。哇，果干也自己做的。好有才哦！对，没想到也是烘焙大师。突然，突然觉得加倍帅哎！对，真的，这样可以吃一片吗？来，请用。赶快，我们赶快来吃。来，谢谢，谢谢 Josie。老师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做烘焙的？欸、平常就有在做吧？平常偶尔做，其实很早以前就会玩，就会做蛋糕啦。老师，是啊，不要客气。对啊，不然只有我们两个吃哎、欸，我们会拍谁？嗯，芒果干干那很厉害、欸。芒果干很好吃。好的。老师，你是因为兴趣吗？不是。嗯，不然是因为以前做面包是小时候我看我爸玩，我爸我妈做这些东西做蛋糕。现在是因为我那个麻烦的儿子，儿子小朋友怎么了？他吃一些东西过敏。哦，然后吃外面的食物。对，一些过甜的、过油的、冰的都会过敏，都会不舒服。所以你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就自己做甜点，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吃。对，好伟大，真的好有父爱，真的还好。童子对帅哥过敏。我的所有的甜点都是半糖甚至四分之一糖，然后面包吐司面包好处是它甜度没那么高，然后我加果干进去，这是第一次在试，因为刚好果干机也是刚刚买的，那果干也是最近刚好凤梨跟芒果有盛产，对，而且这个凤梨是等一下野放的土凤梨，就是没有在照顾的土凤梨。那芒果是也是无毒的芒果，那他们也是就是自己家种的，然后几颗这样在卖的。对，食材也是很讲究哎，老师。安全一点总比较好一点，尤其碰到容易过敏的小孩子。朴实无华的果干吐司，吃得到健康。红树老师对孩子的关爱，更在片片吐司中表露无遗。或许有了这样的故事，足以让食物美味倍增。我们在绿荫下一边品尝聊天，一边欣赏风景，坐下歇息一会儿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瑜伽老师阿琳卡也准备在下集节目中教大家几招美倍的招式。想要拥有好身材的你，别忘了下回同一时间准时收看。深呼吸有记，拜拜。